欢迎来到第十五届体育推手奖表扬典礼暨2023台湾运动产业博览会的开幕仪式现场，我是张立群。大家好，我是徐培毅，欢迎各位来到现场。掌声一起来欢迎今天所有推手来到现场好吗？掌声鼓励，谢谢。看到我们台湾英雄在教练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后勤部队的全力支持之下，今年缴出了非常亮丽的这个成绩。好，再次借由各位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六位贵宾，谢谢。我们欢迎郭丰洲理事长亲自授奖，掌声鼓励。林朝阳总经理，欢迎。为电信女篮按一个赞，谢谢。好，蔡志梦副总经理，欢迎。好，同时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也赞助了非常多的球队，陈佑婉副总经理。何故呢？长期呢，好，当然也赞助我们很多的运动赛事，当然也包含的何故棒球队廖场超协理，欢迎。蔡淑慧副总经理，欢迎。好，今天第一银行呢来的教练还有选手也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我们也一起呢来拍一张大合照。林茂生副总经理，欢迎。好，另外还有富棒悍将的球星邱天生副总经理，欢迎。奥运金牌国手王麒麟来领军，这一团非常的庞大。欢迎授奖代表张财源行销长林永胜副总经理，欢迎。林贵基副总经理，谢谢，恭喜。好，请问王文清 Total Swiss 全球创办人，从我们林政委手中拿到奖项。李纯正资深副总经理，欢迎。要不要看一下正前方？好，台前的摄影师，谢谢，为自己比个赞，谢谢。宋念谦资深协理，欢迎。林开玉副总经理，欢迎。李金玉资深协理，欢迎。苏运秀资深副总经理，欢迎。李鹏军新媒体事业副总经理，欢迎。周婉仪资深协理，欢迎。赖山贵集团副董事长，欢迎。李忠副总经理，欢迎。来看一下正前方，按一个赞。郭晃平执行副总经理，欢迎。同时也再次欢迎范国成，今天推手奖最红的人赖焕宗副总经理，欢迎。蔡俊彤行销部部长来代表工前辉酒总经理来领奖，谢谢。叶明星营运管理本部协理，欢迎。下面的足球选手还有做 LED 灯牌张瑞宗发言人萧乃馨副总经理，欢迎。杨振达院长，同时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赞助选手，也是我们亚运拳击金牌林玉婷选手陪同领奖，掌声鼓励。孙嘉明总经理，欢迎。好，那另外还有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李坤颖秘书长，欢迎。林南聪执行长，欢迎。好，今天也有新北凯撒女垒队的所有选手，同时我们也掌声欢迎林宏道主席一起来到台前，谢谢。江慧平公关行销长，欢迎。今天代表总经理 Ian Anderson 来进行领奖，江嘉哲副总经理，欢迎，再次欢迎。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棒击成范国成，威德亚太区 Maria 执行副总，为和气道服务50年以上王秀娟女士，掌声鼓励，亲自授奖。杨卫蒙董事长，欢迎董事长。詹义荣基金会副执行长，欢迎。石哲宇副总经理，欢迎。
同时今天还有台湾银行的陈国伟总教练，另外还有琼斯杯中华男篮队的国手陈盈如，发炮事业处业务群经理大力支持，谢谢钟玉能，台湾棒球名人堂秘书长帮忙带领，赖庆功女士是我们的前辈，那目前呢在日本做研究当中，赖文郎先生亲自授奖，谢谢，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在第一阶段颁奖的林政伟、黄永贞副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吉祥物美卡比，Megabi， 林慧资深协理，欢迎；林博泰总经理，欢迎；还有台湾运彩所赞助的辅仁大学棒球队的三位选手，哇！黄丽华女士亲自授奖，谢谢。为台湾体育运动报道付出超过30年，获得推展类银质奖，掌声鼓励。欢迎授奖代表是罗敏姿，行销传播总监。欢迎，一起来欢迎授奖代表是陈昭良总经理，黄永贞董事，还有他们可爱的吉祥物又再次出场啦。对 ，Mega B， 非常可爱。詹昂勋资深经理。刘怡轩执行长，张文兴资深经理。好，今天还有赞助的世新大学女篮队的篮球队一起呢来上台拍张大合照，来看一下前方。徐志成副总经理，廖昭雄副总，欢迎副总。是树道安行销处处长，欢迎。我是张立群，我是徐培义。体育推手奖，我们明年见。明年见，拜拜，谢谢。